啊，慢慢打。星辰看了一眼要被赶走，九成一路直接交满大，因为他是队伍的敌核心，这个位置抱起来打到直接顶到墙上，最初这个位置已经是无坚不摧的招。你看先是九成的一波单杀，九成先上，先上天把这个比他低一级的 JY 先杀掉，勾到死了，要刷新飞龙，刷新都走不了，勾到这个位置要被震飞，这一下子最初不会再勾了，又勾中桥也没有蓝被收掉，沈梦溪三杀吃了半天，是开起来了，这是个雷，哇，什么伤害高，要被杀了呀，曹操太脆了，闪现完了，这是中路位置就闪现发现了一闪，就很依赖姜子牙的伤害，而姜子牙这个位置 哎开了一个大招，放出去无名出不去，回身直接想反打，二技能顶到两个进来，但是貂蝉一个人面对三个，马哥过了进场放大招，但是残血撤出去，花海这个位置想要硬跳跳墙越过去被大招，你们想要去按下去，这是九成打诺言，然后闪现二一走位躲开了，可以走。水正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是梦之波进场直接先单杀掉了 cat。猪八戒先往里面顶，控一下，大哥露露回身，猪八戒抢到了这条小龙，所有人全部等级升了上去，上官婉儿上天先杀掉了中野两个 C， 而九成再杀一次，鱼鱼拿到了双杀。直接大闪，大闪没震到 C， 雨这边闪现过来，直接打九成，九成飞起来，回头反打。上官婉儿上天了，先秒一个雨雨，狂铁阵亡，收掉了。对，这波还要反打，韩国大招减速配合扁鹊，李信又是一个大配合，这边已经快要超神了，再差一个头淹死。Double kill， 双杀超神，压制到貂蝉。这位置老夫子被控了一下，顶两个，貂蝉直接开大招，在这边被控住了，貂蝉回身再跳回去，跳到龙坑的位置，先杀一个。白羽直接复活，可以打输出，位置还不错。老子残血撤退，貂蝉来了，再二技能继续杀一个辅助太乙。等一下，貂蝉也蹲到了沈梦溪这个位置，二技能还可以跳吗？不敢进塔了，他被控住。这个位置再继续输出，二技能借兵线往里跳，有兵线可以无限二技能，才刷新 CD。要越这个塔了，对，盘古跟过去去拆中路的一塔，沈梦溪一个大招把兵线给砸掉，但是白羽没大招了，走不掉了，孙策被杀。包括走过去两个草丛猜一个，猜错了，这个确实运气差了一点，还要继续跟过去，二技能可以飘一下，孙策这一个狗没有冲到貂蝉，但自己的话被老夫子给绑住了，吕布这边跟过来一个一技能刮到了真实伤害，再来一个大招直接封敌人杰，敌人杰被震了起来，手里有一个闪现闪过去之后回身继续输出，但吕布一个二技能盾把自己给吸了上来，一个一闪直接贴脸输出，一个一技能直接杀掉，拿到了 double kill。